Gentlemen, today we have a speaker, Mr. Xiao from EastAsia Trading. So they have this website called Alibaba. Alibaba. No, Alibaba. SGAlipay.com. He's not related to Alibaba. Why do you use otherwise they ask you for $1 billion. Also, $1 billion. Also can. Alibaba has 160 billion market capitalization. So give one each one 1 billion, still have 130 billion. Still make a lot, save a lot of money. Okay, if we have 1% of Alibaba, enough already. Okay, so we shall let Mr. Xiao speak to you. But today's topic is a bit unique because he will speak in Mandarin. So if you do not understand Mandarin, who don't understand Mandarin? Share not! This fella is multilingual, Cantonese, Teochew, Philippine. Okay. You don't know? You say one sentence, I repeat one sentence. Okay. Sir can speak English, don't worry. Never mind. Anyway, those who don't understand, they won't be able to go in and do anything, buy anything, because Taobao is all in Chinese. Okay, of course you can use Google Translate to translate to English. So is it the buying is only in China? No. He specialized in Taobao.com. Okay, so Taobao inside sell everything that is legal. Anything that's illegal, they don't sell. Yeah. So they sell. Also they sell. Sometimes they do. Yeah, also they sell illegal. Okay, not so illegal can sell, but very illegal cannot sell. Okay, so we shall leave it to Mr. Xiao to talk to you. Okay. 我是从 HRIPAY那边来啊，但是我们跟阿里飞确实是没有关系，但是我们做的所有的业务都是跟淘宝跟阿里飞都是有关系的，所以今天我来跟大家就是介绍一下关于我们有几个业务可以跟大家可能买淘宝的东西，或者是从中国买东西过来有联系的，有关系的，让大家都知道一下。 可以跟其他的一些新加坡的一些，比如说淘宝的一些转运代购商，可以大家对比一下，看看哪一个更合适你们，哪一个更容易去操作，哪一个更符合你们的习惯。来，主要讲四个地方。我第一个就是你们买淘宝，首先要解决就是付款的问题。现在淘宝上可以用信用卡来付款，是比较方便一点。 但是你使用信用卡的话，它的 exchange rate， 它的兑换率它是不透明的，它不让你知道是多少，你要等月底收到账单的时候你才知道你还了多少钱，它给你的兑换率是多少，那时候你已经还了，你已经不可以再改回来了，更高了啊。第二个就是，如果你用信用卡的话，你也有被盗用的风险，因为现在信用卡盗用的比较多。 很多时候你去外面用的话，一不小心的话，别人知道你的信息就可以直接盗用你里面的钱，你也拿不回那些钱，因为他没有办法帮你 trace back 到底是谁用的还是怎么回事，因为我们碰到过很多次。所以呢，第一个我们就讲淘宝，我们自己有一个 service， 就是淘宝的 iPay， 淘宝的 iPay 第一个 service 就是我们都知道淘宝是比较大的。 公司啦，在中国它的商品很多，几亿个商品在上面，你想买的东西基本上在上面全部都找得到，不管是他刚刚讲的是 illegal 还是 not illegal 的东西，其实上面都是有，只是在中国可能是 illegal 的，到了这边来可能是 not illegal， 只是地方不同而已。其实在中国有的时候是可以，在这边不可以而已，所以不用担心，买了再说。 对，第一个，如果大家买淘宝，如果买过的人知道，第一个肯定要注册一个淘宝的账号，淘宝的账号要 register 一个他的 account。其实你进淘宝的 first page 的话，他就会有一个 link 给你了，就是免费注册。这个 link 就是去免费注册那边而已。你进去以后呢，你就会看到他要你填一些东西，就是第一个是用户名，就是 username， 他的还有他的密码是什么？你自己是放一个你比较熟悉的密码，然后你同意，你就去下一个 page， 什么？
您这个都是华语，可以把它变成英语吗？我们register的时候。因为淘宝全部现在在中国做 ，seller 也都是中国来的，所以他现在的page不可能全部转换成英文的。那我们办红毛名字怎么办？办红毛名字也没有关系，他可以 recognize 的，没有问题的。所以中文或者英文你放都可以 recognize， 不会有问题。你放红毛名字也可以，因为还是很多红毛在买嘛。 红毛，阿里巴巴上市了吗？他要去美国卖了吗？到时候就没用了吗？OK， 你去到以后，他会要你的 email address 这个电子邮箱，你填一个你最常用的电子邮箱到这边，然后他就会 send 一个 link 去你的邮箱里面，那个 link 就是你可以激活它，你去了以后，你去。 验证他那个淘宝的那个链接，就是那个 link， 他就会拎你来说你已经注册成功了。但是有一个问题，因为你不是在新加坡的，所以新加坡的话，他需要另外一个。哦，这两个也是在卖呀。 我家儿子两个，这两个，买这两个，买这两个，应该值多少？没有办法，没有办法。等一下，等一下，我看一下这个文件。等一下。啊？我们他跑去了，他跑去另外一个后面了。 他跑去另外一个screen，跑去那里。哎，这个不是，你要，你是在旁边的，比在那边。不是。 哦，跑去那边，因为你的 screen 有两个吗？你按到什么东西？那看得到就可以了。变成你要在后面看，看得到就可以，看得到就可以了。哎，这边也有，这边也有，那个没问题。 OK， 如果你注册好了淘宝的账号以后啊，其实本来要连一个阿里配的，就是支付宝的账号，你才可以买东西。但是如果你不想连支付宝的账号呢，如果就用我们的这个 iPay 的 service 呢，你只要注册淘宝的账号就可以了，就不用再注册支付宝了。所以你注册好淘宝的账号以后。 你登录淘宝以后，我们就可以用这个 platform 帮你去付那个款。付这个款有最大的好处就是，你付完以后，其实那个钱并没有直接给那个卖家，给那个 seller， 他所有的钱都是在支付宝那个 platform 里边。等你收到货以后，才把那个钱你自己确认了，说你 confirm 收到这件货了，那个货才直接给到卖家那边，那个时候他才收到钱。 在这中间的这段时间里面，其实他是拿不到这个钱的，只是等你在路上把这段时间花掉，然后把这个货送到你的手上，你查完以后收到才去确认，才收到这个钱。那么这个钱是淘宝收还是你收？暂时是淘宝收，我们没有收。兑换率呢？兑换率呢？兑换率的话，其实每天不一样。其实最近的兑换率都比较低。不是，他是以他收了交易日兑换率还是说？ 以我们，你我们是当时就让你知道，就是比如说你有一个10块或者是50块的 transaction 要我们帮你做的话，我们当时就会让你知道是多少新币。比如说现在大概是4.7左右的 exchange rate 这样。如果你是100块的话，大概你用100块除以4.7，就知道那个新多了是多需要管我们多少钱。我们收到你的钱以后，就会直接把你这个 payment complete。 你的 seller 就会收到钱了，所以你就不用做任何东西。你看下面一个 page 就比较明白。
买东西的时候也是一样的，你把你的东西加入购物车，然后下面有一个那个 screen 看到找人代付吗？就是其实淘宝之前设定这个功能的时候，是有时候比如说他男孩子他女朋友要买东西，但是他身上又没有钱，他每次买完东西以后他就 click 这个 button， 这个 button 以后就是意思是他要找另外一个人帮他付钱而已，他可以找他的朋友，找他的亲人，或者是找他找愿意帮他付钱的人，找敌人去付这个钱，找敌人最好啊，那敌人找敌人，但是敌人不帮你付也没有办法。你只要去定这个按钮的话，他的淘宝你输完下面一步，你就会来到这边，有两个按钮给你，一个是指定的人帮你代付，另一个是任何一个人帮你代付。指定的人代付就是比如说你认识他，你知道他有一个淘宝大account，有一个支付宝大account在这边，你认识他，你按这个按钮，你可以把他的account放在里面，那个 payment 的 request 就会直接在那个人的account里面，所以那个人就会收到一个 request 说你愿不愿意帮这个人还这笔钱。哦，不是自动啦、他会有先 send request 给他了，不是自动就扣钱出来了。OK， 如果你指定人代付的话，就是你一定要知道那个人的 account， 比如说我们的 account 在这边，你可以指定我们帮你付钱，比如说你要付500块钱，你可以把我们的 account 放在里面， assign 我们的阿里 pay account 在里面，你自己付 register 也是可以，就是全部用我们的，你自己不用 register 任何东西，就没有那种资金上的风险，被盗用或者是多出来不好退回来或者什么样的风险，就不存在这样的风险，就是你需要多少就用多少，你需要50块就只用50块，需要100就用100，就不会有多余的钱存在支付宝里面，因为你们有多余的钱存在里面是拿不回来的，因为那边的钱都要拎去中国的银行，他暂时拎不到新加坡的银行，所以所有的钱的话你存进去的除非要全部用完，不全部用完的话就一定会stuck在里面，除非有一个人帮你愿意花掉，他给你新币，这样才可以啊，不然你自己拿不回来。所以用这样的方法的话，就你不会存在这样的问题，不会有多余的钱出来，就是需要多少用多少。另外一个是找任何人都可以代付，那一个你就不用数码掏，但是它有一个 limit 限制，就是它每次的 transaction 金额不可以多过500块人民币。如果多过500块人民币的话，你一定要指定一个人才可以，不指定人的话，他就不可以过。所以如果你的金额比较小，你就可以用这个找任何人代付，就是不管谁，只要你把那个 request 放在那边，任何人他愿意帮你付都可以付，但是你的金额小才可以，金额大的话就一定要指定一个人，多过500块。OK， 你放完了你的，放完了我们的，比如说我们的淘宝的那个账号在里面以后啊，他的淘宝就会出来一个那个 link 给你，就是那个 request 的 link， 那个 request link 就是讲这个 link， 如果你是指定我们代付，在我们的 account 里面，我们就会看到这个 link， 说是哪一个人需要你帮他还一笔钱，那笔钱是多少多少，这个 link 就是这个意思。如果你是找任何人代付的话，也会有一个这个 link， 但是你需要 send 这个 link 给那个人知道才可以。如果你是指定的话，你就不用 send 给那个人了，那个人就自动就会知道了。剩下的以后你做完了这个 request 以后，就回到我们的 website 上面看。我们的 website 上面有一个淘宝 iPay 这样的function，所以你只要进去以后，你把刚才看到的那个 link paste 到我们这个淘宝的 iPay 这个 column 里面，你进去以后它是空的，你只要 paste 进去就好了，然后你放那个 submit， 它就会来另外一个 screen， 这个就是我们再准备帮你代付了，你只要把你的金额放进去，比如说你那个 link 里面你是需要人家付50块还是60块70块，你把金额放进去就可以了。因为现在我们是还没有收那些 admin 费那些其他的东西，因为这个东西一直在 promotion， 有些人不知道，所以我们是没有收任何多余的 admin 费，只是有一些汇率上的一点点不一样而已，大部分的钱我们都没有收，只是帮大家，就比如说有的人不方便买一件衣服两件衣服，他为了可能几块可能十几二十块钱，他不愿意自己开一个account或者怎么样，这样帮他付而已，所以大部分人都是比较小的金额，不是很大的。
你输完这个金额以后，你按 next， 就会看到这个 screen 出来，那个 screen 就是会出来，你有一个 link 是多少钱，是这个 link 是需要买东西是要多少钱，500还是600还是多少，这个钱如果换成新币的话，它会告诉你是多少，那个新币的钱是就是一块刚才那个人民币的金额你需要还的，就比如说你是50块，这边换出来是十几块或者是。 几块钱而已，这边就会告诉你，然后下面就会出这个东西，告诉你这个钱是多少了。这个出来以后，就到了最后一个 screen 了。这个 screen 就是你基金 successful 就是成功了，它会告诉你你这个金额要还。旁边有一个 button 是 click to pay，click to pay 以后，那个钱你就是还新币给我们了。click to pay 以后，它会有一个账号给你，就是我们在新加坡的一些 UOB 或者是 OCBC 的账号。 你只要按照那个账号的 information， 你把那个钱 transfer 给我们就可以了。那个钱 transfer 以后，你马上告诉我们，我马上就会帮你把这个钱还给淘宝的 seller， 你就全部就可以，这个过程就 complete 了，就剩下的只等卖家来发货，就完了。如果你只是自己买东西，不做 shipping 那一段的话，这个过程就已经全部完了，你就已经可以在淘宝完成一个交易了，就等卖家把他的东西准备好发出来，就已经可以了。 这样子的话，你就没有支付宝资金的风险，你所有的钱的话，都不经过，阿里巴巴的那些 platform， 只是经过我们还给他，剩下来的就是等收货而已，就没有别的东西要做了，只是注册一个淘宝 account， 不用支付宝，不用阿里pay 也可以。这个就是其中一种还淘宝的 seller 的还钱的方法。 第二种就是很多人在用的了，这个是真正的阿里pay的 top up 了，就是阿里pay top up， 就是你自己要注册一个真正的阿里pay， 就好像 PayPal 那种的，你自己要注册一个账号，也是一样的，你去到阿里pay 的 account， 比我们 website 少一个 SG 而已，去掉 SG 就是真正的阿里pay 的，它的 web 的那个 domain name 就是阿里pay.com， 你也是进去以后。 你按注册，它这边有选择，现在多出了一个海外新加坡的选择，你可以选择那一个选择，那个新加坡当地的选择。你选完以后，它也是放你的 email address 进去，它就会马上发 email 给你，直接进去看以后啊，它会给你一个这样的 link 以后 ，link 完以后，它会再 link 回你这个 page， 说叫你继续注册，注册完了以后，第一个。 新加坡的人要填一个电话号码，因为以前的话可以只用 email 注册，现在因为最近新加坡出了很多问题，就是很多人去 AXS machine 上面买那个 purchase card， 很多人被骗。我们大概上个月有收到3个 case， 是 police 打给我们，问我们跟阿里pay有没有联系，可不可以 check 到这些 purchase card 是最后 top up 给哪一个人。 因为很多人是受骗，说打电话家里有人被劫持啊，或者是家里亲戚朋友找他借钱啊，然后叫他去 AXS machine 上面买那个 purchase card， 然后帮他 top up 去那个 account 里面，所以很多人照做了。最大的一个 case 大概有3000多块新币，直接他全部买了以后 top 去那个不认识人的 account 里面，然后这个钱，然后再从支付宝里面转出去，就查不到是谁的了。 所以这边的 police 有几次打电话给我们，问我们知不知道，但其实我们也不会知道他到底最后转给了谁了。那个账号也是只是 register 一个假名字而已，并没有去 verify 那个账号到底是哪一个真实的人的，所以到了最后也是查不到了。所以这个 case 中了很多，最近所以就变得很小心，所以每个人就注册支付宝的时候啊，就需要用到他的手机账号了，所以每个人。 把自己的手机放进去，它会 send 一个 verification code 给你，一样的，把密码跟你的一些 information 放进去。但是我，你是说叫我买 postcard？ AXS 不是有一个 purchase card 吗？就是他买那个 card， 比如说你买100块钱，然后你把那它上面有一个 password key 到它有一个 top up 的地方，你的 account 里面就会多100块，有一种这样的 card。但是这种 card 很危险。 就是很多人被骗，有的人买了以后上面的密码没有用，一直输进去没有反应，就也也
有时候也会打电话来问我们，说是不是我们知道这个卡怎么用还是怎么样。其实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answer他这些问题，因为必须问回阿里贝或者是问回 AX 那边才可以，所以我们每次也是没有办法回答，只是叫他们礼包回而已，到哪里买去问回哪里。所以那种就比较现在比较麻烦，所以很多人有这样的 case。还有一个就是填这些 information 最好是填自己真实的，你真的是没有中国的 IC， 你可以填你的 passport number， 填你 真实的姓名。因为到了最后支付宝对于就是外国人有一些 information 的 verify 啊，他不可能根据中国人那么方便直接去 system 里面查，他就需要你上传一些你的啊、比如说护照啊，比如说你的一些相关证件给他去 verify。如果是你的 account 出现问题的时候，如果你当时填的时候是随便填的，一些是假名字，一些是自己的 nickname， 或者是不知道什么东西乱填的，到时候他 verify 的时候，他就会问回你，你当时填的是什么名字，你可不可以有相应的护照或者是相应的一些证明文件，证明这个 account 是你自己在用的。如果到时候你没有这些 information 的话，你那里面的钱就有可能拿不回来。因为现在他们有 random check， 就是你的 account transaction 多过多少，他们会冻结一段时间，然后跟你讲这个 account 就是因为是 unverified 的，需要去做一些 safety 的 check， 你可不可以证明一下这个 account 是你自己在用还是怎么样。如果你当时填的信息是不真实的或者是有问题的信息的话，到时候你证明不了，他不会帮你把这个 account 解冻，你的钱就有可能在里面拿不回来。因为我们也是遇到好几宗这样的 case， 突然用到最后，用了大概两三天以后，之前都是正常的，突然有一天早晨起来他不能用了，他的支付宝账号被锁住，不能再进行交易，然后 email 给他说叫他给一些信息，或者是打电话去 verify 他的号可以用还是不是自己在用还是别人在用。这样他之前填的信息全部都是可能他之前都是随便想一个填一个而已，到了最后他自己也不记得了，他 verify 不到他自己的信息，所以有些钱就拿不回来。有后来我们也是没有办法，我们就帮他打去阿里Pay那边，阿里Pay那边就讲以后遇到这样的情况的话一定要填真实的信息，就算是外国人的话，其实如果你填了自己真实的信息，有你的护照证明，有一些文件证明的话，他可以暂时帮你把你的账号解冻，让你把你的钱用完他才重新冻回，但是大额的金额就大额的那个交易就不可以再做。但是如果你这样的话，你最起码可以把里面的钱先用完拿回来，不至于里面或者几百几千块就这样没有了。所以这一点注册的时候要比较注意，以前很多人就随便注册了，到了后来就有一些有问题了，有些人发现的早，他就早一点把钱用完就算了，有些人发现的嘛一直没有发现，等到 account 已经冻住了他才去问，那时候就已经晚了，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办法了。也是有时候阿里Pay的人好，可能你找到他们比较好的可能 customer service， 他会帮你延长几天时间，你可以就会把里面的钱全部 usage。 如果是你找到那种他不愿意答应你做任何事情的，他要 escalate 的话，你就那个钱就很难拿得回来，可能拖你半年一年都有可能。所以注册的时候要特别注意，那些 information 一定要填得对，这个是填阿里Pay的时候要注意。填完了以后你就可以用了，填完这些以后没去你注册成功了其实就可以用了。阿里Pay主要就是一个安全，他怎么讲呢，他讲他这些东西钱全部在阿里巴巴的 platform 里面，钱不会给谁了，但是也暂时你也是已经给出去了，等到你收回钱以后收回东西以后那个钱才给回谁了，就是比较一个安全的平台。其他的东西其实跟 PayPal 其实都是一回事来的，功能是一样的，只是它是用在淘宝 PayPal 是用在 eBay 而已，别的东西没有区别。剩下来就是我们帮你们做这个阿里Pay的 top up， 就是以后可以不用信用卡直接用我们的 top up service。 我们其实也是每天在 run， 从早到晚一直都 有人在电脑前，只要一有 request 我们就会帮你 top up。一个问题啊，如果你拿到货的时候，它的兑换率已经变动了，那个卖家怎么办？这个没有关系了，这个还钱的时候兑换率是跟我们有关系，跟卖家是没有关系的。是你是谁？
那个钱只是你还你的新币给我们。对呀，都还有差距呀。有差距，但是跟 seller 没有关系。他在中国，他不会知道是外国人在买他的东西。他买要算100人民币，他就收100块，跟你跟他没有关系的。只是你对我的时候有一个 exchange rate 的区别，那你还回来跟我讨？没有没有，不会，他已经换成100人民币，已经给阿里贝了。对，我已经换走了，当时就已经换好了，就不会跟以后都没有关系了。进阿里贝了。对，我的钱也进过了啊，什么？请问你那边写上跟 Visa 3% 是什么？你用 Visa 去还那些钱的时候 ，Visa credit card 其实是有 admin charge 的，只是当时你们都不知道。你的月底账单来了以后，你可以大概算一下它的 exchange rate 跟它的 admin charge 是多少，一般都是38仙。 38仙是他的 standard charge 来的，他不会少过这个钱的，因为他要赚钱，他不可能免费帮你做这些东西。等一下你看得到 Visa 大概是多少？如果你用我们的 top up 的话，就是这样，你也是去到我们的 website 里面，我们有一个专门 top up Alipay 的一个房区，你只要 click 那个 button， 有一个 top up Alipay 那边，然后你放这边 top up submit。 你之前已经注册好了你的阿里配 account 吗？你只要把阿里配 account 放在这边，它下面有一句话是 whether 阿里配 account verification。如果是中国人，其实他很容易做 verification， 因为他有 IC 有中国的 bank account，他只要拎在里面就已经做了 verification 了。但是外国人现在还是比较麻烦的，他不可能把自己的 IC 或者自己的 passport 直接送过去，而且现在做 verification 需要中国的 account 去拎，新加坡的 account 拎过去没有用。 所以一般外国人也很少做得到，除非他自己本人在中国，或者有些人甚至于他飞去中国开一个 account 再飞回来，用这个 account 来做。现在有些人这样做了，因为他为了做他的 verification， 他的 transaction 比较大，他为了他的 account 比较安全，他就会去做这个。但是一般的人就没有必要了，因为不做的话，一个月也有4000块到5000块的 limit， 大部分人都是够用的，所以不做也是可以。 所以大部分人都是选 no 了，然后你的 top up amount 是多少？比如说现在这样，我预算，比如说马上是双十一了，就是4个1，就是下个礼拜，4个1的话就是淘宝的一个 sales， 它的就是 那个 sales 的话就是相当于过节一样了，它的很多品牌的东西会打折，比如说它的是58线 off 啊，或者48线 off 啊，全部会在那一天。 所以那一天的话，肯定会很多人买东西。11月11号。就是下个礼拜。还有4天啊。对，但是现在已经开始了，现在很多商店已经开始打折了。不过买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很多商家是提前一个月把价钱提起来，然后这个月才开始打折，就是买来买去跟之前差不多。所以要注意那个价钱之前是多少，买的时候要看准一点。 很多现在因为很多人打折打得太凶，没有钱赚嘛。他提前一个月就已经把价钱放上去了，等到这个月来打折的时候，价钱下来其实跟以前是一样。买的时候要注意，你放你需要多少人民币在里面 ，OK， 你按那个 next， 他就会告诉你，比如说是500块，他现在我们给你的 risk 多少，比如说现在是给你4.7，他们会用500除以4.7， 告诉你那个 SGD amount 是多少，全部会 display 在上面。 然后 admin charges 是这样，如果你真的低过100块新币的话，会收2块钱的 admin charges； 如果高过100块的话，就没有 admin charges， 那个就不收了，只是按照 rate 这样换过来就对了。是多少钱除以那个 rate， 算出来的就是你要还多少进度了就好了。然后你确定的话，你就按那个 confirm submit 就好了。confirm submit 以后，它就会来这个 page， 它就会出一个 order number 是多少多少那个号码的。 然后告诉你，这个东西已经 submit 成功了 ，successful 了，你的 payment 行多了应该是多少？然后这旁边其实是一个 payment button 来的，这个 payment button 就是你可以直接去还这个 payment 在我们的 website 里面。这个其实这个 top 最好的好处就是你不需要给我们 password， 你只要给我们你的 account 就可以了。 所以你的 password 全部是你自己来控制，不会给到我们任何你的 personal information，
我们只需要知道你的阿里费 account 是什么就可以了。很多在外面你找那些 personal 的做 top up 的话，他们会问你要你的 password， 他要你的 password 直接 log in 进去再帮你 top up， 那样的话就是不是很安全。一个不安全是你的 IP address 如果换的话，你经常在这个电脑用，如果你叫他帮你 top up， 他 log in 另外一台电脑用的话，经常换来换去，他阿里费那边他会 发现，他会可能就有可能 lock 你的 account，帮你做 safety check， 是不是有问题的？他为什么在不同的地方经常 lock in lock out， 会有这样的问题出现？所以我们不要求给到任何 personal 的 information 跟他的 password， 你只要给我们你的 account 就可以了，就可以帮你把那个需要的人民币放到你的 account 里面。但是这样的话，就是比如说你要500块，你只用掉了400，另外100还剩在 account 里面。你是不可以拿回来的，只有等到下次再用，或者是等到你需要的时候，等于你会有多余的钱在阿里 pay 里面，就是不是那么用的那么干净了，跟刚才的就有一点区别。但是这个很多人在用，因为想要的时候里面有钱方便一点。大部分人还是在用这一组。GSD 没有 GSD， 因为我们没有 register 在 GSD。可以啊，政府可以让我们没有 register GSD， 因为这个我们没有赚吗？ Overseas statement no GSD， zero return。那个是询问来的，跟这个不一样。400，四百，这个不一样。新币400台币 GSD。进来的时候就要给了。询问的 GST 是另外一回事，跟你的 payment 没有关系的。你这个是还中国的谁了吗？跟他也没有，跟政府也是没有任何联系嘛。所以这个是没有 GSD 的，没有 GST 才给在里面。后面是 shipment 啊 ，value 过400啦，是百新币。对，如果是你以后 ，IP 都是用 bank transfer 给你们。对，都是 bank transfer 给我们。哦，所以不会有 visa。不会有 visa 任何，因为 bank transfer 你不会有任何 admin charges 吗？一块你给我还是一块嘛，不会扣3毛，也不会扣多少钱嘛。我收到的也是一块嘛，就不存在那些 admin charges 嘛，那种。来，这个就是刚才我跟你讲阿里 pay 用我们的 top up 跟 credit card 大概有些什么区别了。比如说 admin fee 它算在里面大概是3%这样，我们暂时这些呢也是没有收什么 admin fee。 然后 exchange rate 的话，一般我们跟着外面走的话会比它高一点点，现在我们大概 4.7 左右，它大概是 4.68 这样。然后 safety 的话，我们就不需要你的任何 information， 就只要一个 account number 就好了，其他的我们都不需要。这个高好像这边高是好啦，反正听起来好像高是不好。哦，你们要低吗？每个都是零啊，好，三就不好，3%就不好，那零就好，那这你的比他的高就是你不好。你这是除啊，不是乘啊。啊，你看出嘞。你是 divide， 它不是。是一个新币是。4.7啦，对啊，人民币啦，那边是比较少啦。对。啊。对啊，比如说，如果你真的，你看下面要500，你给我们500块的话，你乘以4.7，就是2350块人民币，就直接去你 credit 去你的阿里 pay account 里面，这个就是直接你会拿到这么多钱，就没有任何的另外的手续费在里面了。但是你用 Visa 的话，你需要还2350块的话，首先第一个你要还他3%的手续费。你再如果你再算它4.7的汇率的话，四点六八吗？啊，哦，我这边写4.7是吗？我这边写，我这边写4.7的话，也是515块，差不多也是这样的钱。你一定会多还 extra 的那些钱，当做手续费还给他。你月底拿到账单的时候，你会看到这笔钱，你大概算出来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结果。但是它唯一的好处也就是讲你不用把多余的钱放在阿里费里面，你需要多少还多少，但是那个手续费就很高，你还的次数越多它收的也是越多。如果买的多的人的话就是不划算了，到头来就是变得有点不划算了，你要多花很多钱去给他 admin fee， 给他一些 exchange rate 上的不一样的东西才会拿到相同的钱。我们就是直接帮你把这些人民币 credit 在你的阿里费 account 里面，你可以就是这次花不完下次再花，但是除非你永远不再买了，那个钱就有时候拿不回来了，就一直要 store 在那边。
这个就是两个还钱的不一样啦，两个还钱的方式啦，用我们的 website 还淘宝的钱，还阿里巴巴其实也是可以一样的道理，你用 iPay 或者用 Taobao 都是可以还阿里巴巴的。其实因为淘宝跟阿里巴巴用的那个 account 是同一个来的，你两边都是可以通用的，你在阿里巴巴买或者是淘宝买都是可以用这样的方法，没有都没有问题。 剩下来的就是怎么样还钱给我们，就是很简单，你直接用 Internet Banking transfer 给我们就可以了。我们的 website 也是可以帮你 store 出钱，比如说你 transfer 500 给我们，告诉我们你 transfer 了 500， 我们会直接把那 500块钱放在你在我们 website里面那个 account 的 credit 里面，你就会看到里面有 500块。当你要 top up 或者当你要还那些 shipping 费的时候，你可以就可以直接在那里面扣。 直接用的500块钱扣，直接用的500块钱 top up， 或者是还 iPay 的钱都可以，只是做一个 transfer 给我们就可以了。一样，我们的 account 在那个 website 里面都看得到。你 transfer 以后到我们的 website 里面，你放那个 prepay 的 request， 比如说 after 你 transfer， 你这边放 amount， 你 transfer 了30， 你是 from DBS 还是 from OCBC？ 这边你选一个你 transfer 的 account， 然后把你的电话号码放进去，然后 transaction 是大概哪一天什么时候，然后 transaction number 是什么，你告诉 submit 给我们，我们只要你 submit 过来，如果是 working time 的话，一般是10分钟之内，你就会看到钱 credit 进去了，不过要很长时间，除非是很晚了啦 ，after 10点之后了，那个就等第二天，不然的话全部是当天会全部做完，就会看到你的 account 里面有钱的。 剩下来的就是还完钱以后，就剩下要怎么样把货从中国来新加坡这边了。ship过来主要也就是两个方式，一个是 air shipment， 另外一个是 sea shipment， 两个，一个走飞机的，一个走船的。最近这段时间的话，飞机的比较麻烦，因为中国海关那边查到很多问题，有深圳那个皇姑那个港口那边的话全部停住了，所以最近的 shipment 都会有一些 delay。 因为他们查到有假钞，大概有3吨这样。假钞，假钞，有吗？假钞，3吨啊，3吨这样。3张就够了。对，然后，千块一张。然后还查到，因为有人跟外面的人勾结走私那些珠宝，没有交税，所以有一个港口关闭了，所以暂时现在只能香港那边跟深圳的港口不开，全部是用的澳门跟广州的。 所以现在的航班都比较紧张，都有不同程度的，一两天的耽误 delay 这样，所以比较慢一点。以前2-3天，现在要4天这样。这边就是，如果是用我们的 service 的话，我们会给你大概4个选择这样，这些白 A 的 shipment。第一个是直接 door to door 的，就比如说你的东西到了中国那边。 我想直接从中国就直接送到我家里来，我就不要在中途到任何地方去拿，或者到任何地方去把他的东西，怎么讲，放到那边，我有空再去拿。这个是价钱，我们是按 kg 来算，如果是第一个 kg 的话是15块，从第二个 kg 块就是6块，你超过10，在这个10 kg 之内。 如果超过10 kg， 11到20 kg 这样，就是第一个 kg 10.5，第二个 kg 5.5。如果超过21 kg 以上，就是每个 kg 都变成5块了，就是没有其他的区别了，就是5块就对了。如果是20 kg， 就是100块，就是这样。这是第一种，然后第二种是 go for mass collection 的，就是你的东西到这边来，其实是先来我们的货仓里面，然后我们的货仓里面帮你把东西全部 store 住。 然后通知你的东西已经到了，这个东西需要你来我们这边拿，或者是到我们外面的 collection point， 就是我们有在 Bishan 啊，在或者石龙港啊，或者外面很多 collection 有那些东雷啊、乌兰啊那些地方，我们可以去拿，就我们有固定的时间。到了这边以后，你可以选择，比如说今天我在 Bishan 有空，我们会来 Bishan 这边，你可以顺便就到这边来拿东西拿走。 这个 service 的好处有一点就是，你的 shipping 费可以拿货的时候再还，你不用提前还你的 shipping 费。比如说你在我们的 website 看到这个东西，其实还 shipping 费是10块或者15块，
你可以通知我们说我要先 ship 出来，你只要按那个 button submit 要 ship 的话，我们会帮你先 ship 出来。等到了这边，你拿货的时候，可以还我们 cash 10块或者15块，啊，就不用另外每次先给我们钱，然后我们再 ship 出来。因为这样做的好处，第一个就是你们避免了麻烦，说每次要买东西要还一次钱，去拼又要还一次钱，还两次钱。你只要跟我们讲你要 ship 出来 ，go for mass collection， 我们就会帮你当天把东西 ship 出来。到了第三天，东西到了这边以后，你可以直接 collect 在外面或者到我们这边来都行。然后拿的时候才还钱，最好又节省时间，然后你们那边也省了很多麻烦。而且有的时候，很多人做第一次的时候都觉得还是要拿到东西才给钱比较好，东西还没有拿到，暂时不要先给钱先，因为怕嘛，压输了啊，比较怕嘛。那如果他不要拿呢？啊，你不是亏了？大部分人都不会不拿了，绝大多数人既然买了这个东西，还是想拿回来了。只要它的价钱跟它的价跟买东西的价值不是相差很远的话，他都会拿的。除非是他买的东西一块钱，那个 shipping 要收到100块，那个有可能他不拿。但是大部分不会这种，因为你在 ship 之前的话，你已经看到了你要还多少钱。我们的 warehouse 收到你的货以后，会把你的重量、你的价格要还多少，全部会放在上面的。你在 ship 之前的话，你全部看得到的。比如说你有5公斤的货在那边，要给25块钱，他会告诉你，你这三个包裹加起来是5kg， 你到这边来要还25块钱。如果你心里已经知道了你这个大概是25块的话，你肯定到了这边以后，你已经心里知道了是这样的价钱的话，我应该会拿，应该会取出来的话，就不存在说谁不会拿这个货了。有些人，什么事？我问你，这个重量没有规定最重？没有规定，多大多小都没有问题。啊，不是量的吗？有，如果是你的东西像那种娃娃，或者是有一些像他的玩具啊，那种很大的 box 的啊，就有一个问题，就是它有 volume size 啊。它的 volume size 如果很大的话，它可能比如说你的东西实际重量是5公斤或者6公斤的话，它 volume 算过来的话，可能有10kg 或者8kg 这样，它就会按照 volume 来算了，有这样的问题。所有的摆 A 的都有这样的算法，所以买东西的时候，其实你可以问 seller 它的 packaging 大概是多大，你自己大概可以算一下就知道了。就不会跟你的估计差很远，或者是到了 warehouse 以后，他也会帮你算，他会给你两个重量，一个是 HA 是几公斤写在旁边，另外旁边他会告诉你一个 volume size 是几公斤，他会放两个 HA 比如3公斤， volume 是4公斤，你会看得到，他到时候这个包裹会按照4公斤来算。其实你们自己已经知道了，会有些人就打电话来问我这个可不可以缩小一点呢、啊？还是什么原因？为什么有这么大呀、啊？我要知道一下。其实他有的人没有跟 seller 讲，我不需要那么多盒子。有的 seller 包起来就是很大一个盒子包，然后就这样直接丢过来，因为他不知道你要出国的。如果是真的是这样的情况的话，我们可以叫 warehouse 帮你把盒子拿掉，但是前提是你要东西不怕压坏。有些东西怕压的就不可以，一定要盒子。如果你是不怕压的，我们可以帮你把盒子拿掉，那样我流不就会小很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你的实际重量跟你的 volume 相差很远的话，有些人就会打电话来问，他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帮忙叫 warehouse 帮你把盒子拿掉，这个些都可以。一般的话，如果相差不大的话，大部分人就这样直接就发过来的。你的东西有电池就不可以？有电池的话，你要看你走哪一种。比如说你要走那种 normal 的，就是普通的线路的话，有电池的产品就不可以。有电池的产品现在全部都是 go for 最下面这一个 economic line 的，就是这个 line 的话，就是我们把所有的货先放在仓库，然后你们发货以后，我们会等到货比较多一点，我们全部拉去香港那边出，因为香港那边的话它比较松一点，对电池的货，对这些比较敏感的货它放得比较松，我们会整个一车全部拉过去，然后等到了那边才去过来。这条 line 的话就可以走电池，要像手机这样就不可以、啊、可以要进这边啊，对，进这边的 line 就可以，不要进那种普通的它在广州出check得很严，很多手表也是不可以吧，都可以走下面的 line 都可以，下面的不可以，上面的不可以，上面的那么小，那个电池那么小，它 scan 的话会叫它不是过那个 scanner 的时候吗，它那个货啊，它每
他每次货过那个他检查的时候 check 的时候啊，他不是有一个 scan 的东西吗？他如果有电池，有一些 powder 在里面，他那个东西就会响。他有 powder 手表。手表，我说里面如果有电池有 powder， 他过的时候那个 scanner 就会叫，上面有个灯会亮。他那里知道是电池。那个海关每次检查会知道。厉害吗？每次检查会知道，所以这种东西的话，最好不要混在 normal 的里面走。混在 normal 里面，他们曾经出过问题，就是讲里面的东西他们 check 到，把其中几个有电池的手表拿出来，弄到整个包裹打开来，里面有些东西全部乱掉了，到了这边找不回来谁是谁的，全部弄乱了，有过这样的情况。所以这种东西，因为现在这个时候也是海关查的比较严，所以 这种东西我们都分的就是比较开。如果是你有 sensitive 电池啊，或者是你的 cosmetic 的东西啊，我们全部会归来 economy 这边走，那边就比较安全。香港他们确实没有那么严，在中国内地确实很严这些东西。他的 delivery 相差几天啊？他的 delivery 的话一般是相差七天这样，一个是两到三天，另外一个是十天左右，相差七天这样。但它的 cost 的话大概是一半这样，如果你用 eco 的话大概3块钱一 kg， 如果你有30 kg 的话大概就2.8块，如果你有50 kg 的话就是2.5块，就是大概相差一半这样。很多人家里买比较大的东西就是用这种 eco 的，比如说50 kg 一个爬车很大一个。